要吗？我想要。我们都喜欢 cosplay。靠边，好黑哦！这就是去旅拍的代价。我们去了一趟敦煌跟西安。我敦煌那天完全没有擦防晒。对，我真的是太晒了。这趟旅行的最后一站，干嘛啦？干嘛啦？好，你要干嘛？我以为你要秀。没有，没有秀肌肉了。最后一站是去北京，因为这次去三个地方旅游嘛，就西安，然后敦煌，然后北京。然后北京呢，因为我们中间有吵架，所以我跟小姚决定分手了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是我没有跟你分手，我当渣男，我都要。我帮小妖，你很好哎，你怎么那么好？对啊，我说不出口哎。一个男人。好了，反正我今天帮小妖委托了一个老师，然后试出奇遇，那我们会跟这个奇遇呢，等一下让他跟小妖去约会一天，是极致之随便找的，我就上了咸鱼打北京空格梦女委托，然后就跳出来，然后第一个老师还不接我，因为男生嘛。然后我觉得对他印象很好，所以我觉得他很专业，在我们。出去之前他就填一个表单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就问了很多很细节的东西，希望他那天要怎么表现，什么样的类型，什么样的性格，我要称呼什么东西，比如说我是要称呼我游戏里面的名称呢，还是我自己的名字？那你就要称呼你什么主人呢？我游戏里面的名称，所以你写主人哦。对，我写主人。他等下会叫你主人，好开心。然后我还特别有写说，就是希望他可以傲娇，然后一点小倔强，然后又很好哄，要。反正就投射了他对奇遇的爱好。那因为今天大家就跟奇遇见面了，哥哥。要迟到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如果你跟奇遇约会啊，你还是会看起来像男朋友哎，因为奇遇就很像女朋友。对啊，奇遇本来就像男朋友，所以我才喜欢他呀，才喜欢奇遇啊。我们到了，这里吗？对，路边吗？看起来像在路边，没有在里面了，要往里面走呀。怎么搞了？好像你要约会一样。对，好，是你要约会。我好兴奋。这里吗？寻，他写寻意咖啡，这里啦，这里啦，朋友推荐的，他说很美，很适合约会，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是长怎样。我要先看他的厕所让。啊，不是啊，为什么门口这么像工地？他们找厕所。我先找厕所，所以你等一下看到奇遇的第一句话说，请问厕所在哪？好，因为他进厕所不容易。差点啊！里面是蛮美的哎，哦，难怪这也太悠闲了吧？我觉得有点热哎，今天好像不太适合约会。你找一下奇遇，我要先找厕所可以吗？现在厕所比奇遇这里好像蛮大的。有，我看到了，在哪里？哪里？卫生间。认真，看我第一个录的是厕所告白哦。啊，好刺激哦！去死吧，搞出去，变态！老师看着我们从厕所直奔而入。哇，跟老师见面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 Elma， 我是挑夫。对，我是挑夫。这没有我的位置哎，没有你的位置啊？认真的吗？知道两个人坐，地板蛮大的，你没有我的位置，我坐地板。对，地板这也太过分了吧？哎，这是一间见面礼，你们有见面礼那么好？哇，有礼物哎！天哪！哇，这些哦，对，我有说可以画一幅画给我。奇遇的名作，好棒哦！这是奇遇自己画的吗？你要问他。很棒很棒。我自己画的，但是我觉得不是很爱。没有，我觉得很棒，心意很重要。这个谢谢，太用心了。你知道吗？在台湾，我很少看到比小妖还高的人。有啦，有啦，很少啊，比较少，比较少。例如说我这样子。哦，那你可能要踩两个牛奶罐。两个人呢走回来呢，原因只是因为呢钱包在我这里，对啊，然后走回来叫我付钱，我们太过分了。哇，这里好适合求婚哦，是吧？我等一下要这边再录一个爱的誓言，哇，他还牵手手，他还牵手手，你要小心，小要有手汗。奇遇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他说不给牵手吗？对，我说因为有夏天我有手汗，他怕你直接就是掉到利布里亚海里面，怕你被冲走，跌入海里被冲，被手汗之海冲走。我试一下，有吧？他要试一下，他要试一下。一你要显示少女的娇羞，你让他有压力。你已经长成这样了，对方已经很有压力了。长成这样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长成这样，那我来问他，奇遇你不觉得他给人很有压力吗？对啊。对啊，好久没有约会的感觉哦。好抱歉，这是我无法给你的。对啊，你没有一个可靠的。身为男朋友的我是值了，这才是你想要的吧？对，我想要为奇遇。天哪，他的手机居然不是小的照片！你什么时候给他我的照片？他昨天跟我要的照片原来是这样。哇，好细节，可恶啊！好会，我好生气哦！为什么那么生气？细节哦。抽卡时间，来吧，奇遇，刚才用的是水星回，对，
刚发现，刚刚切掉。我跟你说，他喜欢的人还很多嘞，他还喜欢什么萧逸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你为什么不今天选萧逸？结论是我们太穷了，所以我们就只能够请一个。对，没办法。他说萧逸是旧爱，奇遇是新欢。我真的是奇遇推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沈星奎特别高。他是你的朋友吗？他是我的朋友，沈星奎是我朋友，沈星奎是你朋友，他的手微微的颤抖。奇遇抽奇遇，我跟你讲，这卡真的很难抽，说不定就中了，说不定又中了出。没有，谢谢。你是谁？但是你对李生礼貌呢？你可能曾经看过病。礼貌呢？怎么又是我朋友？他越来越华丽。我朋友是出现了，没有了吧？好像没有了。没有了。那我告诉你，你知道为什么你抽不到奇遇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有奇遇了，对，我已经有，你就不需要再有，你有三次元的奇遇，你就不需要二次元的奇遇了，你懂吧？奇遇，你的拉链没拉、欸。你为什么拍奇怪的东西？不是，我就放大。天哪，他好主动了，在暗示你日月瑶。手机拿出来，先选好你要拍什么动作，我都可以啊，随机就好。你要学那个里面啊，什么什么不可以，你要学奇遇里面。这就是我今天的行程，一直在外面等。你看他们在拍这个，所以我自己要去找个拍贴机的。这真的是一种捉奸的感觉，偷看一下。有吗？小妖真的超不像女主，原本想要情侣感，但是怎么兄弟感？好，走吧，可以。只是没有长发而已。然后小妖的女的很像第四爱，很凶，对啊，很笑的脸，好像也是哦。我一直觉得本来想说我说要买一个假发，对他原本有想说为了要配合，我们要买个假发，我就说不用很热啊。贴完了，你看有雨。还有需要救护，那一坨那个不知道啥，一坨烦恼的很色彩，不错哎，这好可爱哦，可爱。Check 拍立得拉成，达成。我们现在去夹娃娃机吧，这是最厉害，找得到。对，你找到小鸡了吗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看啊，画家机。哦，有哎，虽然没有画家的成分。有鸡了，有鸡了，有鸡了哈！你终于把元素鸡终于找到了，所有的鸡找到了。小妖你来选吧，你看你喜欢什么？很多哎，很多很大。其实我想玩那个夹零嘴的，不知道还有没有。你很厉害吗？厉害，是吗？最好是。奇遇很厉害。你刚刚解巴勒火。哎，零食在那里。零食夹零食啦。真的要零食吗？夹零食啦。那零食，你是拆开来就没了耶。小龙虾。啊，小龙，你夹小龙虾干嘛？你去夹零食啦。你想吃零食？是我的约会还是你的约会？好嘞。这可以吧？他衣服有点丑，但脸脸质很可爱。他不是有点丑，他有名哎，米奇的好朋友。他就差了吧？天哪，他真的还有传授技巧，看起来好难哦，节拍术、隔空取物，这太难了吧？做人就是要大方，我换了一堆。他们人去哪里？所有我朋友。不是哎，我换完人不见，人去楼空。他们两个好像会拿一堆的。49个哎。奇遇真的会拿，你可以玩7次哎，你就有这么容易吗？应该是哦，来哦，加油！我要戳他，戳他，哎对，不要快戳他，加油加油，快戳他！我要起码有爱心，戳戳戳戳戳戳戳。他发出了一个可怕的声音，他说哦，这他为什么斜的？等一下，为什么这个是斜的？这是斜的，这样正常的吗？这是斜的耶！哦，好激烈！发生了什么东西？旋转，好激烈啊！我来见证一下这个。新手勿扰哎，你看啊，他等一下会喷出来的时候是，你看他是直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们要换一个，换一个，这不行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你们已经不在乎你们在夹什么娃娃了，这娃娃到底好不好看已经不重要了。手有，我们只剩下这样了。你觉得游戏里面的好？好夹多了，好了，谢谢，有了，哎呦，但是你获得的
了丑猪猪，丑猪猪可以吗？猪猪可以啊，其实蛮厉害的，其实蛮厉害的，因为那个看起来真的很难。我刚刚夹了一个，我就放弃了，我不想夹了。今天是我频道以来我出镜最少的一次，嗯，全程有一种好像什么男友实习班一样，就看着他，然后你也蛮像征信社的，然后调查那个妻子外遇，有一点，哪有征信社站那么近啊？那你今天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他有几个地方让我很觉得非常的非常贴心。哎、欸，我说好不好？嗯，我看我们注意到的地方是不是才不一样的？他就是有送你画。对，我那时候其实、因为他有一个需求的一个表单，就希望他怎么样子，然后我就有说，哦，就是希望他可以画一幅画给我、但是因为我是前一天才讲，我就特别注明说不用，就是很烂也没关系。然后我以为就只是一张纸，简单的截图，然后没想到很多的表框。哎、他这个是他真的自己画吗？我没有听他仔细讲。他说他会不会其实是骗人？就是他随便买一个，没有，他说他不会画，所以他就用蜡笔，就是把它弄下来，然后压着。但我觉得这个很棒啊，我觉得很用心。他后面还有他的那个小鱼奇遇的签名，还有今天那个手机啊，无意发现，他也没有特别跟你讲，他没有特别给我看，这还蛮心机的耶，难怪他跟我要你的照片，因为他就跟我说，可不可以给我一张你的照片？然后我那天给他的时候，我你知道我以为怎么样？他认人？对对对，我以为是他认人，看我们长怎样这样。我觉得我有想，然后我就忘了要这件事情了，就原来他贴心，他很会，哎，他没有故意给你看，但我今天又注意到这两点没了，然后他还帮我哦，还有吗？端茶递水，你看你都没有倒。平常你要喝的话，你就会叫我，就说哎，要不要帮我倒？我不叫的话就不会有啊。但我会满足你的需求啊，你叫我干嘛，我就会干嘛。屁股吗？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。屁股翘高一点。然后他还帮我夹到了娃娃。哦，对啊，小猪娃娃。啊、对，还有拍贴，所以今天拍贴、夹娃娃、吃饭、吃下午茶，都体验到了。就只差跟我回家了。不过其实我从旁边。我没有欢迎他说欢迎有机会来台北玩啊，对，因为他今天比较早离开，就是结束了之后他就先离开了，但这一次就是蛮开心，也玩得很愉快，我开心，所以我会觉得说花这个钱花值得了，而且也很感谢那个老师，我内心有被滋润到，对，你讲的好像我真的没有对你好，不好？我明明就对你很好，真的是很没有男友感啊！有啦，你就每次都说要男友，然后也没有男友感，我就见习了。那女友也没有女友感，那我只有宝宝感。不是，我就见习了，我这次就是见习，说怎么样才会让你有男友感，所以下次我就学会了，我就先回去，先从你的手机萤幕换成我的照片开始。那你先手机萤幕是这样子吗？哦，我等下换成我啦。下次呢，我就用这些东西要让你感动，多学一点啊！你就等着感动吧。哦。我就希望你从头到尾会先。好，我等着。首先第一关你要比我高。哎、欸，对，他今天比你高哎、欸。比我高啊，高蛮多的吧，比我高这样。如果是你委托我的话，你就会获得一个比你矮的奇遇了。但也是有办法的，也是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出奇遇宝宝。那你头上戴个鲷鱼烧，我就觉得可爱。哦，好啊，你说的哦。可以啊。那我下次我出奇遇宝宝，头戴鲷鱼烧。但是鲷鱼烧头套我丢掉了。可以再买一个，可以再买一个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啦。休息啦，期待 Emma 下次的表现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加入会员。我们下个礼拜见，拜拜。Emma 加油！嗨。